看这一只大白鹅，哇，真的挺凶的哦，对着旁边这只小老虎张开了翅膀要来威吓它。那看起来呢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，因此不断的往前逼近，想要吓退这只小老虎。那这只可怜的小老虎呢，也只好往角落靠近，被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。有人就留言说，哇，如果小老虎长大来报仇的话，这只大白鹅恐怕就要倒霉喽。